见鬼，这地方不太对劲，得赶快找个趁手的家伙。需要抗体药剂，但愿这里还没被拾荒者给掏空。柜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。赫米亚，谢谢你。该死，这里有感染者。这些怪物简直没完没了。枪声会引来更多感染者，得赶快离开这儿。那边好像有个房子，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人在。这条路的前面全是感染者，只能去飞车场里看看了。
这台摩托车虽然外表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损坏，那边有很多废弃的汽车。那边的墙好像可以直接翻过去。